只带雨伞、纸箱，通通出动，就为了想从扮演仙童的民众手中接到平安糖。活动现场充满趣味又热闹十足，这是一年一度的云林北港一格绕境活动。每年都来捡，我捡到气球，还有花，看奶心，还有这个大气球。我好开心，我好期待，对，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可以参加。云林北港言传百年的真人一格，是由小朋友主动报名扮演各种历史人物以及传说故事的角色，而这些一格车都是北港在地传统工艺家精心创作的。今年绕境活动在19、20号两天。啊，真人一格在北港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艺文活动，在艺文活动的带动，有很多的民众啊，外地来的信众哦，都会过来我们这边共襄盛举。那今年我们的一格总共有44台，这个也是我们北港的盛事，所以说今天是北港最热闹的两天。网友赞赏媲美迪士尼的花车大游行，一格车的造型古今都有，有采用传统工法制作，手工做出各种动物花灯，还有精心打扮的小仙童和仙女们。庞大的车队游街，宛如一条彩色巨龙在夜间闪耀。新唐人亚太电视廖丽芬，台湾云林采访报道。